这退潮的沙滩上总会给渔民带来一些丰收的喜悦。嘿嘿，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的妈了，隔老远我都看见，这是外来物种是不是？哎呀妈嘞，是不是个帝王蟹？我的妈嘞，是蓝色帝王蟹，有老铁没见过蓝色帝王蟹，反手留下双击加关注，看我爸。Hello， 宝宝们啊，这来到海边赶海的时候，如果发现眼儿的话，就尽量去挖一下啊，因为它里边会有收获的。这个东西啊，叫猫眼螺，它的水分特别的多呀，也特别好吃啊。现在的小哥哥小姐姐，如果你也喜欢大海的话，记得关注我，不要双击了啊，天天要也没人给。这玩手机走在大海里，不小心被扎到脚，才知道踩到好东西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宝贝，哇，好漂亮的白珊瑚。这个首先声明，不是我自埋自挖，这个东西在我们海边比较常见。有的老铁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反手就是一个小红心，速度非常快。有的老铁进来看见这么大的龙虾，他反手留下了个双击，还有的老铁随手加上了一个关注。你殊不知，双击可以增加你的账号活跃度，能早日开通直播权限。嘿嘿，此视频只有帅哥和美女才可以双击，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双击关注看我。来吧，兄弟姐妹们。这也不知道叫什么鱼啊，先把它挖出来再说吧。啊，有的人叫它魔鬼鱼啊，也叫蝙蝠鱼。呵呵啊，你看这个脸和这个人差不多，加把劲儿。有的老铁没见过这么大个鱼，反手留下个双击啊，还有的老铁加上关注，看我十点半。我在沙滩上走了7:47啊，终于发现了个呼吸孔啊，像这样的呼吸孔啊，里面都是有货的啊。哎，我靠，一只大螃蟹，这是一只什么螃蟹呢？有没有认识的兄弟啊？认识的兄弟扣个一，不认识的兄弟扣个二。咱们此作品啊，就不要双击了。我只希望进来的你啊，看到我的作品，开心与快乐就好。记得加个关注啊。咱们对于海边长大的孩子来说，赶海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海边的孩子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感情啊。最怀念小时候和三五个小伙伴拿着这个小漏勺来这个沙滩里边来淘这些小花螺啊。这些小花螺味道非常鲜美，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很多朋友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小花螺，进来就点了一个小红心哈。很多朋友向往大海的生活哈，双周咚啪，这也不知道是什么鱼啊。由于昨天晚上这风大浪大的，阵风11级台风，我的妈嘞，把这条鱼又击打在沙子底下了。有知道老铁扣一，不知道的扣个二。有的老铁进来没见过这么大鱼，反手留下个双击，双击加关注，不然收不到直播通知。隔老远我都看见这一条的鱼尾巴啊，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这两天的风大浪大原因，把这条鱼的头部给锤打在沙子底下了。我的妈了，咱慢慢的把它给拔出来啊。有的老铁进来习惯性的给小弟留下了一个双击，还有的老铁习惯性的加上了关注，双击关注看我12点。来吧兄弟姐妹们，这是我头两天赶大潮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海葵，我整整蹬了45分钟，我的腿都蹬麻了，这朵海菊花瞬间展开，太漂亮了。进来的老铁看见小弟这么辛苦的份上，给个双击吧，加一个关注，看我今晚12点左右。大海真的是神奇，老铁们啊，什么千奇百怪它都能给你孕育出来。你瞅瞅，今天在海边赶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长这么大，这一辈子头一次见，就是不知道这么稀罕的视频有没有人双击给个红心？谁给2019必火？Hello， 小伙伴们，每当大海落潮以后啊，有些东西来不及逃跑，就选择卧沙了啊。你看这个离老远就看到它了。有的小伙伴啊，他一进来就给我点亮了红心啊。啊，有的小伙伴他今天有对象，他约会去了，他没有时间给我点红心了啊。记得点个关注，看我7点左右赶海。来了，兄弟姐妹们。这个孩子今天又带了一个孩子来啊，带了一个好哥们来抓这条八爪鱼。接上视频他还说了啊，双击太少了，没有热门，今天再来掀一个石头啊，要个双击，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给孩子一个鼓励，加关注3年左右。每当沙滩退潮之后，这沙滩上总会遗留下来的小海鲜，看看这不今天又发现了一个象麻棒，我的妈嘞，有的老铁没吃过象麻棒，他反手留下了一个双击。这也是大补神器，有的老铁没见过，反手给他加上了一个关注。OK 的，你有。这是我赶海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小海龟，放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总感觉不对，它归于大海，必须把它放回大海。进来的男神女神，感觉我这样做的对的老铁，帮忙能不能给小弟留下一个免费的双击，给小弟加上一个关注。